原标题：战神霍去病暴毙，一个永远的谜团。17岁远征漠北，携轻骑800就能直捣匈奴巢穴，勇冠三军。19岁三征河西，将匈奴逐出祁连山。21岁统帅三军，纵横漠北，如入无人之地。霍去病这样一位历史上的天才将领，却如同流星划过天空一般，在他23岁之时画上了生命的句号。那么霍去病究竟是怎么死的？司马迁在《史记》中详细记载了霍去病葬礼的流程、墓地的规则，甚至还解释了谥号。但诡异的是，关于霍去病的死，司马迁并没有给出一个字的解释，使司马迁漏掉了。他花费浓重的笔墨去描述霍去病的葬礼，却忽视霍去病的死因。这种因小失大的错误，司马迁是不会犯的。后史对霍去病的死因最大的推测是病死，这个结论出自霍方的奏折，可以说是官方结论。但一员能骑能射的武将在青壮年莫名其妙的病死，这个结论恐怕让人不服。更重要的是，如果是病死，那么司马迁为什么三缄其口？要么司马迁对霍去病的死因一无所知，要么司马迁根本不敢记载霍去病的死因。如果霍去病不是病死，那么谁要杀他呢？又为什么要在第二次漠北大战前杀他？放到汉朝的历史环境中，当时能对霍去病造成威胁的只有卫氏集团。有人可能会说，霍去病就出自卫氏，卫氏集团为什么要杀他？没错，霍去病虽然是卫氏分支，但是他的崛起，卫氏家族从中没有获得丝毫利益。霍去病和卫青不同，霍去病始终是一个孤立的个体，而卫青所代表的则是整个卫氏家族。更可怕的是，卫氏集团还掌握着太子刘据，汉武帝必须找人来遏制卫氏集团，这个人就是霍去病。所以尊霍意味就成了汉武帝的政策。当霍去病作为卫青部下而战功赫赫时，对卫家来说是锦上添花。当他威胁到卫青地位的时候，他便是整个卫氏家族的头号敌人了。但以卫青宽和大度的性格，杀人这种不择手段的事情他是做不出来的。审视一下卫氏集团，能做到这一点的只有善于宫斗的平阳公主一人。作为卫氏集团背后真正的掌局者，平阳公主和卫氏集团荣辱与共。所以当霍去病威胁到自己的丈夫卫青的时候，最恨最想除掉霍去病的一定是他，而且他完全有能力有手段做到这一点。那么霍去病是怎么死的呢？历史君觉得刺杀不太可能，也不可能是故意制造的意外杀人。如果是这样，那么根本没必要虚构一个病死的借口。根据史记记载来看，霍去病死因最大的可能就是刺死，和秦朝蒙恬一样被假诏书刺死。在霍去病死后发生了一件大事，卫青长子卫抗因矫诏而被免去了侯爵。史记记载，自骠骑将军死后，大将军长子宜春侯抗做法师侯。毫无疑问，这两件事紧密相连。矫诏就是假传圣旨，这在古代是死罪。卫抗此时不过十几岁，他没有必要去假传圣旨，他又有什么资格去假传圣旨呢？霍去病暴毙，受益最大的就是卫氏集团，但他具体因何而死，可能会是一个永远的谜团了。返回搜狐，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